没有困难的攻击，只有勇敢的卡贝恩。汪汪队，逃げるんだよ！莱德需要我们。汪汪队已经可以飞起来。莱德队长，请帮请求。太好了，狗狗们，因为我们有很多事要做。王八蛋老板长跟他的调皮捣蛋猫咪大队把来代替船带走了，我们要去拿回来。来，比划比划。好了，汪汪队跟短狼。哦。天天一定要紧紧盯着那艘飞走的飞船，我一直看住他的。啊，你那会不会撞上那座桥的？莱德，我们有麻烦了。我看到了，天天把直升机停在飞船上头，看能不能让它转向。莱德，我们闪过桥了。我是个傻逼！救啊！啊！救命啊！让我看看。毛毛、小丽、灰灰、陆马，你们去码头拿那张旧的帆来。不到我，哇哇！长的那张帆吗？没错，带他到桥这边，快点！啊！好，阿奇，你现在用免费干面叫海王八蛋老板下来。王八蛋老板，可以放手喽。你明白吗？你们现在开心了吧？你可以张开眼睛了。王八蛋老板，你安全了。